我就休息了两分钟啊，没瞅着你姐夫，你姐夫出去自己在门口买了一个榴莲，他买完人就撩了，然后我说这榴莲咋那么轻呢，哎，咱们现在就是现场解剖一个广州店，听说是猫山王的榴莲啊，来看呗，壳子没用，哎，咱们再来开啊，哎，这有一房，嗯，这有一房，大型大型现场，这么大一个榴莲啊，全都是壳，我真是服了，两房肉，哎，感情180块钱买两房肉，我真是我要气死了，肺都要气炸了，真是，看没看着，就两房。这是我吃过最失败的榴莲啊！还行，那电瓶车没有了，那么快，你伸手就撩了，没了，两房肉啊！我自己都想笑，我又不能说啥，哈哈哈哎，180块钱两房肉啊，这榴莲吃的真贵呀、啊。18块钱一斤，本来还嚼挺甜，现在我老公特意让老板给精挑细选的榴莲，嗯，倒是还挺甜的，要是再不甜我真的要哭了。来，我们细瞅他给我挑的，他说这个好，